听说今年舞会邀请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律师，才刚拿下初级资质。我也听说了，他是今年的特邀主办人亲自邀请的。你说他会不会是哪位大佬的家属？这就不清楚了，但即便是大佬的家属，新年舞会也不邀无名之辈啊。抱歉女士，您没事吧？啊，从前面的楼梯下去，到大堂就能看到了。请问你是否见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士，穿着红色的礼服长裙，头上戴着珍珠发卡。她是我的舞伴，刚刚在这里存包。她可能是把手机一起存起来了，我联络不上她。抱歉，今晚很多女士都穿了红色的礼服，我不太清楚您具体要找哪一位。不过舞会快开场了，所有宾客都已签到，您的舞伴很可能是先行入场了，不如您去二楼的宴会厅找一找。好的，多谢。说好的等我一起入场，你怎么一个人先进去了？是其他人邀请你了吗？左然，好久不见。你是？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上学的时候我们也算是见过吧，就是那次校园戏剧节。当时你一个法学院的在读博士居然成了戏剧节的评委之一，还真是抢了我们文学院不少风头。抱歉，我没有印象了。我是苏伦，本次新年舞会的特邀主办人。你舞伴的邀请函还是我特意发给他的。没有事先与对方确认，贸然发出邀请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唐突吗？但不可否认，
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机会，所以我还是要向你致谢。不用向我道谢，我邀请他本来是想让他做我的舞伴的，要不是你仗着自己是他上司抢先了一步，他也不用面对各方的指指点点。我记得他拒绝你的舞伴邀请是在我邀请他之前，那不过是因为自从你毕业之后，历年新年舞会校方都让你参加了，他在明知道今年你也会来的情况下还敢答应别人吗？原来他早就默认了我会邀请他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就是仗着自己的母亲是法学院的教授而已。论起般配，我和他当初可是戏剧节的最具人气男女主角，他是我的图兰朵公主，我是他的卡拉夫王子。校园论坛上关于我们的帖子到如今都还是精华帖，可你在校的时候似乎和他没有交集吧？我不想点评校园论坛的八卦板块，这很无聊。我的舞伴还在等我，失陪。现在我也是博士毕业了，我的导师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戏剧大师，而你呢？你的老师至今下落不明，可千万别是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为了你的老师让他卷入危险的调查中，要我说左然，你真的太不男人了。什么调查？苏伦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解救他的。今晚在舞会上，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他告白。你说他是会选择我呢，还是选择一直不敢显露心迹？女士，你要找的是苏伦先生吗？啊，苏伦先生已经到了，现在应该在准备开场舞和今晚的主题演讲。他可能在宴会厅，也可能在宾客休息室。
女士，您今晚是独身前来的吗？或者我可以帮您联系您的舞伴。啊，刚才也有一些宾客因为寄存了手机与同伴走散了。学妹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我是苏伦，当初与你合作过图兰朵的卡拉夫王子，你忘了吗？我们明明前天还发信息联系过，你却像是完全不认识我了，这可让我有点难过了。唉，我就说我们应该先通个视频电话的，可你似乎总是在工作不方便。你是知道的，学校这几年致力于打造青年人才交流平台，这几届的新年舞会都会让一位青年校友做特邀主办人。我邀请你，算是利用了我可以不受限制任意邀请一名宾客的特权吧，因为我希望你是舞会的正式宾客，而不仅仅是我的舞伴。对啊，不然我的舞伴还能是谁呢？不是我，那你的舞伴还能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了？傻姑娘，你想不起名字，不就正好证明了你的舞伴是我吗？你忘了，在卡拉夫王子打出图兰朵公主的三个谜语后，公主还是不肯下嫁。于是，卡拉夫王子与公主打赌，如果公主能在日出前猜出自己的名字，就放弃婚约赴死。否则，公主就要与王子成婚。最终图兰朵公主想尽了办法，也没能猜出王子的名字，二人终成眷属。公主昭告天下，说王子的名字叫做爱。
所以你不知姓名的舞伴不正是饰演卡拉夫王子的我吗？我的图兰朵公主。你怎么了？舞会快开始了，快和我一起去准备开场舞吧。这不是佐然吗？今年不是你准备主题演讲，你还是这么早就到了。他今年是不用准备主题演讲，但开场舞还是他来跳，当然要早到。孙教授、卓总，二位好。我的搭档是第一次来参加舞会，我们特地早到，是想和师长们打个招呼。你的搭档是那位被特邀出席的初级律师？是的，虽然经验尚浅，但他的能力十分出众，今年圆满解决了好几个大案子，而且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我母亲指导的，也算是我母亲的学生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之前我们还纳闷他为什么会被邀请，现在看来他是个潜力无限的姑娘。是，我还特意拜托他做我的舞伴。你的舞伴？可我怎么听说他是苏伦的舞伴呢？什么？
你究竟去了哪里？和我约好的事情，你不可能临时反悔。苏伦他，是开场舞给了你太大的压力，还是说，与我一起跳 Tango， 对你来说难以接受？无论如何，总要先找到你，我才放心。这个味道，你刚买的那款香水。你总算出现了。你总算出现了。让你久等了。啊，是因为开场舞吗？是不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？那就好，能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与你共舞，我觉得我对过去的一年实在没什么好遗憾的了。
你不记得我的名字了？你呀，是最近太忙了，人都忙傻了吗？我们不仅在一起练武，还一起工作。你是我的搭档，你都忘了吗？当然，也正是因为我们共事很久了，我才能邀请到你。否则，你今晚可能就是别人的舞伴了。不过不要紧，都过去了。你回去连上新年，好好放个假吧。刚好最近不是很忙。舞会开始了，是我们出场的时候了。我是左然，你唯一的搭档，也是你今晚的舞伴，左然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吗？参加舞会不是你自愿的，是不是接受我的邀请也不是你的本意呢？你不会真的是因为我上司的身份才不得已答应我的吧？你是不是只是怕拒绝我会让我难堪呢？还有那个苏伦，这个时间了，你应该已经睡了吧？
餐狗起源自阿根廷的码头，最开始是底层群众的娱乐。他们生活很艰难，每日朝不保夕，纵然心中有爱意，也不敢明说。于是他们将这份情感隐藏在舞步中，探狗就成了。探狗成为了一种情人间的秘密舞蹈，隐秘却又热烈。他们在最热闹繁华的地方起舞，用严肃的表情伪装自己，在喧闹的人群之中将炙热的情感展现到淋漓尽致。我邀请你做我的舞伴，本来是想和你一起去学华尔兹的。谢谢，那你也不要说连累这种话。其实我考虑过，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邀请，我今年就和往年一样不跳舞了。是的，因为没有合适的舞伴。你就当是找不到其他会跳探戈的人吧。而且这个舞蹈我总不好找其他女同学或者女性朋友来跳吧。
这么晚还没睡？是因为舞会邀请压力太大，睡不着吗？虽然舞会的宾客都是名人，但也没你想的那么可怕。前辈们大多和蔼可亲，年轻一辈的同学里也很少有刻薄的人。一般来说，人的教养格局是与他的成就相匹配的。那种会因为你资历尚浅就对你抱有偏见的人，即便是一时风光，也不会长久。所以你不必担心。而且你还有我在，我会把你体面地介绍给前辈们的。你刚刚做梦了还是梦到了舞会？如果不是他突然给了你邀请函，你也不会压力大到影响睡眠。每个人都是从新人过来的，我怎么会要求你一夜之间长大？而且我觉得你挺好的。今晚舞会要持续到零点，你需要养足精神，别抢足了，继续睡吧。晚上我开车去接你，我们一起去会场。今晚，我不会留下你一个人的。你怎么了？表情这么严肃。是在准备等下的舞蹈吗？我好像听到你在数拍子。你上学的时候，在期末考试开考前也是这样吗？紧张的结果呢？成绩怎么样？其实你的紧张是源自你对自己的高要求，别对自己太严苛了。我们在一起练习了一个月，你跳得已经很好了。当初的校园戏剧节上，你都可以完美演绎图兰朵，一曲一步之遥难不住你的。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到了。
选修课那么多，你一个法学院的，为什么要选文学院的西方戏剧？你是他的学姐，怎么选课还听他的了？抽中女主角怎么都不能算手气差吧？我记得当时还有人抽中了反串角色。博士在读。我当时被叫去做观众投票的公证工作，却被同学们传成了戏剧节的评委。你是那年大家选出的人气女主角吧？演出我看了，演得很好。今天用的什么香水？闻上去像是之前新买的那款。那天你和程程在办公室里试用的时候，我闻到过。很好闻，不是很浓郁，后调有一种木质的清爽，我很喜欢。到了，不了，我让适应生帮我去停车，我们一起去签到。哟，左然，你今年带舞伴来了？孙教授您好，他是我的舞伴，也是我工作上的搭档。你好，还是第一次听说左然找了工作搭档，想必你的能力一定很出色。他确实很优秀，今年我们律所在媒体上影响很大的几个案子都是他主办的，工作上他帮了我不少忙。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，那些报道我都看过。左然，我听说今年的开场舞是你来跳。听你母亲提了这么多次你的 Tango， 今天总算能见到了，真是难得。
卓总，好久不见。卓总，听你这话怎么像是意有所指？谁让他年年都不跳？安教授还总说他儿子探戈跳得好，我当然好奇了。母亲他，其实我也只是学了点皮毛。您是知道的，我对表演一窍不通，大多数舞蹈都要求舞者情感丰富，唯独 Tango 可以保持严肃。我原以为这个舞蹈是最适合我的。难为你能学下去，没半路打退堂鼓。我听说你学 Tango 的时候，舞伴一直是你的舞蹈老师，人家的儿子比你还大。没想到你今天的舞伴却是个年轻姑娘。她是我的工作搭档，也是咱们学校法学院毕业的。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我的母亲，也算是我母亲的学生了。原来是安教授的学生，想必是名师的高徒了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舞会快开场了吧？怎么还没见到苏伦？孙教授，卓总，我和我的搭档要去准备开场舞了，失陪。准备好了吗？别紧张，舞蹈是要两个人一起完成的，相信你自己，也相信我。你是我唯一的舞伴，我的舞蹈老师曾说，我的 Tango 只是徒有其表，因为我的眼中没有热情。我有些后悔了，挑选配饰的时候没有选那把短剑，
不过现在也好。所有人都会知道。你是我唯一的舞伴。你也不用太谦虚，跳得好就是跳得好。或者说，你觉得我该夸左然教得好吗？孙教授，我先带他去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。学妹，好久不见了。苏伦，幸会。左然，久仰大名了。方便让我和你的舞伴单独说两句话吗？看你，我可以在那边等你。学妹，学妹，你还真是不留情面。好吧，如果我不知难而退，恐怕会显得很没风度。可惜我的图兰朵并没有给我猜谜语的机会。苏伦，你的演讲快开始了，我们失陪了。左然，有事？我只是有些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会突然选择了你？就因为你们是同事，相处时间比较长吗？可真是这样的话，他早就不仅仅是你的同事了吧？所以你想说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们一起跳一步之遥有些不太吉利。看似很近的距离，却是咫尺天涯。你就不怕
你一辈子都拒他一步之遥吗？我永远站在他的一步之外，等待着他的垂青。如果我不够好，他失望离去，我不会阻拦。但在他亲自做出选择之前，我不会给任何人觊觎他的机会。你很自信啊。不是我自信，是你入戏太深。你确实很像图兰朵中的卡拉夫，被公主的美貌吸引就昏了头脑。你自以为了解她，但那都是你强加在她身上的设定而已。苏伦，同样的话送给你，如果你在上学的时候就追求她，恐怕我也未必有机会了吧。可你为什么要等到她崭露头角出现生命的时候才想起邀请她呢？这种香水的味道真的很适合你。啊，真是的，早该想到你会在。新的一年了，除了为你保留选择的权利，我或许可以试着更主动一点吧。这一步的距离，希望我们都不会让彼此等待太久。